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呢是一个大日子啊，录完了今天的节目，家辉呢就要给他的女儿过生日啊，终于20岁了。哎，对对对，这我对你女儿是很有感情的，就是曾经是我们节目年龄最小的女嘉宾，而且是坐在我大腿上的女嘉宾。对，所以我刚跟文涛说，你请有耐性再等一年，再到明年21岁我就管不了她了嘛，对不对？现在还在我的管下面，所以你现在先不要动。你的女儿不止21了吧？哎呦，徐老师那个小美女啊，那我们组里的男孩子都动心的啊，但是远在美国我们也够不着，就是怕你再把女儿送去美国了是吧？对，反正今天呢是对，是女儿的一个节日，而且是38妇女节，嗯，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查韦斯，他呢这个在哪儿和哪儿啊？哎，这说明今天应该是应该女人吐槽男的啊，应该集体骂男的这样的时候吗？没有，男的都在捧女的呀。女人骂男人骂了太多年了吧？嗯，对对，所以应该倒过来，我们在妇女节来骂一下女人，不要谈查韦斯，不谈谈他的老婆，谈可以啊，查韦斯身边的女人，对对，我现在可以给你看看照片，我们有的，你看。这个，这是查韦斯当年坐牢的时候，我说这不太像坐牢啊，他发动政变嘛，曾经坐过牢。你再看下一个，那这是他身边的女人，到底是他什么人呢？我们也不认识。再看，这是好像当选总统，查韦斯到中国，哎，这个人的性格啊，咱们待会儿再说。我再看下边，卡斯特罗，哎，这他是这关系特别好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记者周一军呢从加拉加斯带回来的照片，就是说委内瑞拉首都这个超市实际货架上没有东西的，你看，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街上的这个小标语，你看，俩小人冲着麦当劳撒尿，这是反美的这个痕迹，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你看我们的记者，这不是，这是我们的记者在街上找到的，他们认为最美的一个，就是啊，我这次通过这个查韦斯的事儿啊，我也算看了一眼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美女的情况，我觉得胖子居多，没什么好看，这跟选美啊，委内瑞拉是非常出名的，对。环球小姐、世界小姐、委内瑞拉小姐，但是在街上一个都没有啊！这次看出来，他们那么多人全上街了吗？没有什么像委内瑞拉小姐这样的美女。这美女就不上街了嘛？而且你看，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你看图片嘛，图片看你解读嘛。像我刚看到一张，好像超级市场货架上面都什么都没有的，嗯，我感觉哎呀，真是天堂啊！大家都有钱去抢购的东西。你知道吗？其实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购买力的地方嘛。对，都把货品抢光了嘛，买光了嘛。哎，他们没准还真是有点啊，就顾了这顿不管下顿的这个意思。你看，老是说决定一个国家的情况，大家爱说政治经济，对吧？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气候啊、地理啊，关系很大。你比方说，我们去海边或去热带啊，好比说去三亚去玩啊。我们同行的朋友总会说，哎呀，这要是个作家啊，我在这儿包一个房间，我写小说。我逛了2天，我发现这完全不可能。就像是你知道吗，那人们去海边的时候，有些人都总带着本书，你知道吗，想躺在那儿看书，天知道他看过几页。这是你知道，后来我的三亚的朋友讲啊，说这是最痒。你发现没有，你真到了这种地方，热或者热带的地方啊，其实你就懒懒散散。你离你的世界啊，离什么政治经济啊，很远很远。你甚至努力想费脑筋去想啊，想不下去。他就你甭说写小说，你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他们说这就是一种富养的一种现象。还冷的地方反而容易思考。嗯，那最好的写作的地方，就像海明威说嘛，最好是白天在哪里呢？白天给我一个有冷气的书房哈，嗯，就是去多热的地方其实都无所谓啊，你可以躲在你有冷气有空调的书房。那晚上呢，海明威说最好晚上要去旁边，我的书房旁边是个妓女户，左边是个妓女户，妓女户哈，妓女啊，对对，他说可以去放纵一下哈，因为海明威觉得说欲望啊，生理的欲望跟他创作的灵感是挂钩的。
然后右边呢是个酒吧，因为你去妓女户哈，顶多去个几分钟嘛，然后就那是说你呢嘛，可以去酒吧。海明威哟，海明威是那个杨伟的，有这个很痛苦的，因为他凶猛，因为他战争的时候啊受过伤，就伤到那个神经了。所以他为什么自杀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那可能是啊。所以说他结过很多次婚啊，离婚又结婚。有一个说法，不是他不要老婆，是老婆不要他。是。嫁了给他就觉得哎呀不行。是性生活是比较麻烦的。对啊。作为佐证，就是上海以前的四马路，就是书店跟妓院最集中的地方。不过这跟曹伟是有什么关系吗？我知道。我觉得你们走到哪里去了？是。我就说这个查韦斯啊，我老觉得这个国家的人呢、啊、会不会是比较热的地方啊，他实际有一种虚头巴脑，就是说，哎，我给你读一段我这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说他选举啊，只有这种地方的这个人呢、啊、国民呢、啊、会选一个癌症患者，你知道吗，就是他不管那么多的，就是他活不了几个月了，你知道吗，但是大家一高兴啊，一有激情上来啊，就选他。你看，这就牵扯到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为什么会出查韦斯，他还特别得人心，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地方的民众啊，有民主热情却无民主修养，他们毫无耐心，只要生活水平稍有下降，立即上街要政府下台，无视法定程序，一切全凭感觉和一时的冲动，没有人去考虑某项政纲是否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一切以当下的心情和需要为念，这种叫什么，民意如流水。所以在这种民意如流水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政治家，就是他迎合民意，而且必须是这个短平快的迎合民意，否则他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但是数据说明他过去十年失业率从20%几降到7%几，就是他们的这个委内瑞拉很多民生的数据啊，是的确显示是好的，医院啊，公共交通啊、有一条最叫我触目惊心啊，你知道他的油多少钱吗？我们一公升不是9块多人民币吗？对，它是0.05美元，哎呦，折合人民币3毛几分，3毛几的油，你就是一辆大的 SUV 啊，我们这里加油1000块人民币，他那里30块，哎，那全世界最便宜的油就是委内瑞拉，比沙特阿拉伯、比科威特都便宜，他的油田都收为国有，你不要笑。这个查韦斯啊，我对他印象一直不是很好，我现在反省，主要是因为我们看新闻主要是 BBC 跟 CNA， 西方的，对，你 BBC CNA 这个印象里边他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叫 trouble maker， 就是制造麻烦的人，麻烦制造者，而且呢他不大像一个政治家，他有点像一个演员，你知道他开一个电视节目，你知道吧？我知道，我今天正要准备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不得了啊，讲的比你还多，每天讲很久。对，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哈，他不像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但是这次他一去世哈，第一是他老百姓这么多人对他的这个怀念啊，水晶棺材这些我们先不去讲他。第二，拿出来一大堆中性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不是脑袋一拍的，是过去十年来他们的中下阶层实实在在得到的。所以使我们就是说，我有时候在反省，我们不真的不要完全被美国这个宣传机器啊，也这个世界上完全有不同途径应该看。哎，而且有跟美国干的这个人呢、我觉得啊，就是总体斗争上，其实你知道，南美拉美国家呀、这个独立跟美国差不多同时，都是19世纪什么初期吧，还是什么18世纪，18世纪啊、初期都是200多年。但是200多年发展下来差别还是很大的。可是啊，我这里边出传奇，就是说他跟你美国干，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他还把幸福，其实就是臊美国人的，你知道吗，把幸福带到美国。你说这个他们国家是油这么便宜啊，你觉得他白送那个美国2个州的贫苦人民有2亿桶之多这个取暖的这个油，你知道吗，哎，这不是你说查韦斯就干这事儿，而且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委内瑞拉
是石油储量第一的，嗯，比沙特还高，嗯，它石油储量是第一的，所以大家现在特别美国才关注嘛，他死掉之后下来他谁来管就直接关乎美国的对于石油的控制的情况嘛，嗯，所以你刚说到反美，所以我们注意到很好玩啊，他的去世以后他的副手第一句话就是说是美国人让他的癌症来发作的，嗯，对不对就把那个罪名按在美帝上面哈，他经常用这种戏剧化的方式来反美。我们看那个拉丁美洲的小说哈，《魔幻写实》，你就觉得很好玩的。但是每一个国家那种做法，包括比方说乌拉圭的总统，是每个月把所有薪水捐出去，他自己住在贫民窟里面，每个月靠着多少钱啊？$300啊，来过活的，这种很非常戏剧化的。所以拉丁美洲他们那个做法是很不一样，是是是，其实啊，除了他们宣称的他们的主义之外，你得注意这些地方啊，他的民间信仰他还有这么一个成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个你刚才提到一点，就作为同行，我最大的兴趣当然还是研究查韦斯的电视节目。你知道这个节目啊播出很多年了，这个叫什么？总统你好，叫你或者叫你好，总统先生。啊，这个节目呢，当然他自己就是主持人。然后呢，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开播，至于播到什么时候呢，不好说。我就给你讲一个，就是在2007年9月23号这一天，他这个节目啊，这个场景选在哪儿？不像我们在演播厅很少的，大部分都是工厂、学校、乡村、大型剪彩仪式现场等等。那一天他是选了一个什么石化中心啊，在那儿下边都是打着小红旗的他的那个支持者。那场节目从上午11点开始啊，最后呢到这个晚上的7点10分，在全场观众喊着哈，记录记录记录，终于宣告打破了，创造了这个节目有史以来就说8小时10分钟连续播出的记录。就可见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平常是没准的，他要多长就多长。然后呢，但是哎，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中间也没有什么广告之后见之类的。那我重点在于说，第一个收视率有比我们高吗？第二个他有这个赞助吗？没有。我跟你说，收视率比这个赞助的中国好声音高不知多少倍，收视率高达29%，29%的收视率，全国人民真的就去看呢，啊，因为你不看不行，包括记者也很烦，他好多个小时，但是记者他好多政令国家政策就是那儿现场决定的，你也不看呢，啊，你明天报纸国八条国五条就在谈笑中间就出来了，几个亿的，他就是主持人嘛，就所以我就说他这种他算热带吧，就是说国家就是全场一弄，哎，咱们花几亿投资几个亿在这儿盖一个学校好不好，他说好，行，就这么定了，对不对？然后甚至有些军事机密你知道吗，他也不在乎，他那儿就是他的这个内阁，就是他那些最高的部委领导啊，不得不坐着飞机去开，因为不开也找不着他，你知道吗？就在那儿开会，开会有曾经有一次是真的嘛，有个记者就说，但是指着那个武装部队的那个最高负责人是吧？哎，明天派10个营的部队到哥伦比亚边境啊，好不好？就派出去了。你说他就是这样执政，公开化、透明化。啊，执政为民，哎呀，这太好了嘛！你说，而且有清楚的记录，是吧？我觉得拉丁美洲的人蛮好玩的，非常戏剧化，他就是很戏剧化，他狂欢，他有一种狂欢的这个味道。你知道什么道理吧？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班牙跟葡萄牙人，哦，有关系。哎，就是拉丁的这种。你看这个现在整个拉丁美洲，他们是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当初就是他们这个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发现的那边，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跟完全有关。原来南美洲有民族叫印加帝国，很大很强，人也很多。秘鲁现在山上，智利还是秘鲁吧，山上还有他的遗迹，印加帝国，被西班牙人几千人就把人家几十万打掉了。对，后来历史上搞不懂了，说西班牙人哪有什么力量，后来现在的研究才搞清楚，他什么把人家打掉了，他就是把这边的病菌带过去了，梅毒，不是梅毒，没有，就是，梅毒是这边就传过去的，天花啦，什么这种霍乱啦，什么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抵抗力，一边随便一个感冒一个喷嚏哈，我们都抵抗。可跑到那里边呢，印第安人纯洁，印加帝国就他妈几个喷嚏一下，几百上万的人就哗死，一死他们不知道，以为是那个人有神功，神以为是神，哎，所以所以你看北美，你看美国那边，那就是 Anglo-Saxon 人，就是德国、英国的移民，所以作风完全不一样，一直影响到今天。你这太好玩了，他们那种戏剧化，对啊，你看出了这样的总统。还有我们以前谈到拉丁美洲都说嘛，有一类人最多的，这是所谓的人妖啊，第三性。是吗？那不是泰国吗？啊，泰国当然多，可是比不上那边。啊，第三性的，从巴西一级啊。阿根廷什么整个拉丁美洲很多的人妖的，你去的，你假如真的好好研究，你不是说你研究了图片吗？可能看到很多都是人妖哈。他们还有，我记得在美国听一个朋友说过，他跟那个拉丁美洲来的同学吵架，他说吵完架之后哈，后来那个对方觉得自己做错了，那怎么样来道歉的吗？是全家人扶老西幼的来你家门前来道歉来送礼。我们经常说敢爱敢恨哈，我们就从这查韦斯，我刚不是说吗？连他死掉，他的副手也二话不说把罪名丢在那个美帝头上，哎，而且老百姓还真相信。你知道他因为这个东西还真是，当然香港有个医生今天说了，说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首脑确实都是死于癌症，好多都他说，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癌症啊。三个人里死也就有一个是因为癌症而死的，癌症是人类现在第一死因，所以他说这个不奇怪。而且他就说啊，癌症这个玩意儿啊，就是能不能说下毒下癌症给你，香港医生就说了，说不是不可能，但是难度相当的高，甚至不是说把癌细胞注射到你体内你就能得癌症的，你知道吗？哦，是这样，打一针也没有用的。对，哪怕说放射，那还得放射你个十年，这差不多给你弄出一癌症啊。那根本不用医生来说嘛。我们看回查韦斯的那个最近几年的照片，你从他40岁以后的照片，突然爆肥啊。香港叫做中间肥胖，他不仅是肥还是肿的，对不对？整个人肿的，还有一个眼睛是凸出来的，两个眼球凸出来的，那什么问题？那表示你身体出了很大的状况啦，可能肝，可能肾，是啊，是表示说我们见太多的人嘛，突然的一些我们中年人最注重健康哈，一看就是精神病患者，一看就什么，就看到这种肥肿，眼睛凸出来，通常过不了60岁。真的，所以你看，我们这儿也出一巫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种人有一特点，你知道，有些上流社会的人就很反对查韦斯。那你在联合国大会上，你怎么能那么讲话？这小布什总统刚讲完话，他就说魔鬼刚从这儿走，怪不得我这鼻子里全是硫磺味儿，是吧？他说这种，其实这个话呀，是这不是最近郁金见聊草根吗？这个话是很草根的，很委内瑞拉草根的。就这种领袖人物啊，他能得民心呢，有一个特点呢，他说老百姓的话。你别看这电视节目8个小时啊，谈笑风生啊，这又讲笑话，又唱歌，又诗朗诵，他善于讲老百姓的语言。而你要注意，我就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有些国家，比如说拉丁美洲，是不是啊？其实他民间还是有一种泛神论，泛神论的这个万物有神呢。你就像你去过印尼那个巴厘岛，就是或者印度，到处都是神呐，所以这个人很容易是神。就而且你看他讲的这种话，说小美国总统是魔鬼，然后呢，他这个魔鬼就有硫磺的这个气息，硫磺味儿，这多形象的这个草根泛神论呢。然后就是包括现在他把癌症种给我。这像是下蛊啊，你看咱今天是讲科学医学说不可能，但是老百姓一听这很有道理，这就像是那种下蛊一样，美国把癌症下下来。而且他好像也爱读毛主席的书，他崇拜、啊、哎，他也是激情洋溢到中国说，哎，要不我们给你点那个贷款吧，哎呀，中国万岁，就这样到那个几十亿哦，那一万岁是几十亿哦，没错，跑但下一站跑到俄罗斯呢，跟普京说，哎，我觉得卢布应该成为全世界的货币。所以听起来文涛当时应该去那边跟他来竞选嘛，打对台嘛，你也会讲话嘛，哎呦，对不对？你也会草根语言，我没有他那种巫术，
你知道、嗯、没有，主要我们都知道，刚子东说到他推行的他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政策，教育什么什么，那失业率低，整个福利提高，还有军方嘛，当时他下台两天48小时马上跟军方谈判了，当然也因为你所说的会用草根的语言、嗯、爱尔兰有做过一个专辑啊，叫风暴48小时，其中谈到一点就是他的语言啊，他去跟人家谈判啊，完全就那个把人家从黑的说成白的，从反对他支持他，所以他军方还有他懂得利用他的国家的资源哈、啊，我觉得这个在那种情况下就出英雄了嘛，当然英雄也造时势哈、啊，整个拉丁美洲表面上很热情很浪漫，有很多一发奇想，但当然背后还是政治，还是很多操作啊，有很多策略啊，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次去世人家对他的印象变好了，这个是有个变化。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像格瓦拉，什么玻利瓦尔，什么卡斯特罗，